雅儿贝德，出自于 Overlord， 在2022年12月友好微笑推出。模型优点：多层次的长发与翅膀更增添作品深度。模型缺点：仅以单脚贴地固定，重心稍嫌不稳。结论：优雅姿态搭配锐利外形，相辅相成，完美交融，十分符合其别称“温柔体贴的纯白恶魔”。我是 Arts Note， 我们下次见。残念系美女